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ke 大叔。那今天又再度来到台北市大路114巷的无名面店。那今天好像是老板娘在住店，那就来再消费一次啊。然后今天就是整个都大客满了。然后菜单上的价钱都是很平时的价钱。哎，老板娘你好。你好。哎，好，请问您，啊？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可能问您比较清楚了哦。我你要讲我讲的嘛。我早上只要十一点，七点，早上那个十一点就出来，就哎，早上十一点，十一点半就开出啊，哎，十一点怎么办？早上哦，哎，但人家还睡觉，我就起来哦，哎，凌晨啊，哎，凌晨，凌晨那是一点啊，哎，就十一点出来，十一点出来，十一点，哎，十点出来，他卖到十点，卖到。早上十点，晚上十点，哎，哦，这样子。今天24小时，今天没有做，我的孙子来做。哦，这样子，今天，那老板娘那个，后天哦，后天，我做两天休息四天。哦，这样。做两天休息四天，后天呢，老三来做。了解。三个人不分了。三个人分三个人分班。老板娘之前是在哪里啊？之前在面店在哪里？以前在哪里做？在南昌街。南昌街啊，南昌街。好，谢谢。做61年了。哦，61年了。哦。我今年81岁。现在我的工位，我在家里看。哦，好厉害哦！那阿嬷80岁还可以。81岁啊。哦，看不出来，身体还很健康。做条那个61年哦。61年。你也又不给我们带路。以前1文1块钱。哦，这样。您年轻的时候啦哦。以前。年轻开始做哦。年轻21岁开始做。哦，这样。辛苦了。好，老板娘，那我今天想要那个，今天有鸭肉面吗？有。好。阿弟，不要讲哦。那老板娘忙一下。可是比较多人都是点馄饨面哦。感觉像馄饨面比较好吃。啊，没事，好，鸭肉面。好，那我就是那个，好，老板娘在忙。三粒包的，你那阵嘛爱过来呀？是啊，你爱去来龙呀？呵呵呵呵，唔好想话。我在。好，那就是。鸭肉面小的，然后粉肠还有地瓜叶，可以哈，谢谢。你要出来带走这些？这边吃。鸭肉面要宽的细的。细的好了，今天吃细的。好，那今天就是这个第一代老板娘来亲自煮给我吃，很感动哦。创始人应该都那个功力特别强。还有那个我的粉丝住上海的，说很想念老板娘你。上海啊。最好上海最好。这样啊。哦，那昨天鸭都卖完了，我在想应该是鸭肉是很好吃的了。鸭肉很好吃。谢谢。爱盐阿妹。直播。礼拜五有
有啊，赢。好，那老板娘跟客人的这个互动就像是朋友一样啊。我带来看天平，我好是是阿姨。啊，您是昨天跟我讲的说从小吃到大了哦。我那时候，哎，只有哦，可以照到了哦。可以，可以啊、哦。您说那个面摊有没有？哎，阿姨阿姨，一碗米要几钱？哦，从小吃到大了哦。对啊，到现在。哦，现在还很年轻嘛，哎。没有啊，八十几岁啊。哎，好加油。八十几岁啊，要要。无简单。哎，对对对。要、啊、像水柳波一样卖到快90了、欸、水柳波、啊、不会啊、欸、水柳波今天啊 晚上啊明天哦、喔、对对不一定啊哈哈哈哈够预约哦水柳波他的烤玉米是我小时候有来吃过的、欸、但是他退休了啦、欸、还好我有来拍过他的影片好那刚老板娘讲说她才39公斤，太累了吧？哎，过来啊！等我过来玩。啊，只有39公斤，这样太瘦了，要吃补一点。要吃补一点。睡不着。这样。他没有人抱他睡不着。对啊对啊对啊。老公没我抱，我困不着。哦，这样。我没困着的啊。哦，这样。嗯。开玩笑的啊、哦。分开啊、哦。好，那老板娘讲这个人生大道理啊、哦，这个跟老婆相处就是不要跟她吵，哎。她啊，这吵哦，都不要喊她哟。不要还嘴。哎，谢谢。没有。哎，住我。有啊，好，那就很亲切的老板娘啊。好，那就是昨天没有吃到的鸭肉面，然后今天是老板娘帮我煮的，那现在就试试看。昨天哦，那个媳妇老大了。哎、欸。昨天那个老大了。哎、欸。嗯，感受特别不一样，特别好吃。哎、欸。嗯，因为鸭肉也很新鲜呐、啊。刚烧起来。嗯。嗯。哦，这鸭肉真的很好吃。哦，难怪会热销。鸭肉销好多，好快啊、哦！这样才70块啊、哦，小碗的。哦，这样很便宜耶。哦，赚到了。鸡肉也一样。我、哦、可以看到这个。鸭肉就闪着光泽这样子，然后肉很有弹性，哦，吃起来很甘甜，很香啊，哦，很好吃嘞。没有因为价钱便宜就是随便哦，很好吃的。咱们六黑的吧。哦，这样一碗70块，我觉得佛心价哎，哦，真的超好吃。哦，因为这个老板娘不晓得布洛克是什么，所以她就是照正常给我吃。我、哦、真的很超值的。嗯嗯嗯。那我今天吃的是细面，然后昨天老板有解释说他们的汤就是用鸡汤跟鸭子炖煮的高汤熬的高汤。好吃，有这个阿嬷的味道，嗯，好吃。好，那这个住上海的 M 粉就会帮你问候老板娘了。那你下次回台湾就第一个要找老板娘报道了哦。好，很好吃。好，其实这边可以配一个鸭肉切盘，然后自己再配一瓶啤酒，这样就很过瘾了。哦，配啤酒最好。对，赞。哎。哦，这个路边摊的价格，但是这个餐厅的享受啊。
好，那这个面吃起来就还有一点 Q 定 Q 性呢。好，那总之就是一个很超值的鹅肉面。那我觉得 CP 值很高分，然后主要是鹅肉啦，鹅肉真的很甘甜。那分数我觉得是100分，那没有什么好嫌弃的了，很好吃。好，青菜很多，然后汤头很甘甜，可以来吃吃看啊。那昨天这位先生昨天也来，今天也来，代表说这个面店就是可以从小吃到大了，所以这个非常的有这个历史感啊，然后也非常的超值，到现在还是很超值。好，那差不多了，鸭肉面就是这样子，个人觉得很超值，可以来试试看。嗯，好吃。寡淡的，哦，看阿妈这样这么健康，应该90到100都可以啊。没问题啊，阿妈活120了。我心脏不大好。心脏不大好就是要运动。这样哈，哦。要去快走。哎，啊，如果说睡不太好，要阿妈讲要多睡一点。睡不着。睡不着。不是，张啊，昨天张都没困。不是，你这样不行。难怪你心脏不好。嗯，心脏不好。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心脏不好啊。是啊，阿嬷。嗯。我问你，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对啊。哎，要。心脏哦，吃药啊，吃10多年啊。你都卖想遐济啊？要。高烧了。哦，这样。高烧啊！三暝拢无困。是啊。快点嘛！我问你，你若无，那你身体怕歹，你要做。客人都很关心阿嬷啊。那现在我们就试试看这个粉肠。今天就吃我爱吃的了，嗯，啊，粉还蛮多的，嗯，谢谢阿妈，嗯，你安尼对无？对哦，对啦，对哦，好，唔错，啊，量很多，然后粉肠的口味不错，唔对嘛，爱食啊。唔少嘛食，无紧，你一定搁煮无紧。无紧，唔是煮了就好啊。哦，对不？啊，唔对，爱不讲。但那个鸭肉太抢戏了，所以这个粉肠今天吃起来就觉得还好。鸭肉很抢戏。嗯嗯。好，那粉肠，我觉得个人觉得它的分数是86分。嗯。对的，对的，一位啊。它，啊，粉去油去的比较干净了，所以是比较没有那么油滋滋的感觉啊。健康型的粉肠。嗯。配上姜丝比较好吃。不是那个僵尸片的僵尸啊，嗯，啊，讲个冷笑话，嗯，啊，好吃，嗯，好，那就看到老板娘这个心情的样子，然后各位粉丝有机会就可以来试试看啊。老板娘什么时候会在啊？有固定的时间吗？我不叫，我来拜鬼拜鬼叫来哦。哎呦，拜鬼啊？你拜鬼唔敢讲者，今天拜五啊，下雨拜。礼拜六礼拜天呐，啊，哦。哦，这个礼拜，拜六礼拜。拜六礼拜。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子。嗯，啊，阿嬷没有去游山玩水哦，去游览一下。我都去过。都去过了。大陆去，然后。四拜。这样。泰国去三遍。这样哦。泰国你有去四面佛要不？有啊，拢有去，还有嘛是拉加桑，拉加桑，啊加，加迄个，加拿大去一遍。加拿大哦，赞哦。加迄个，当遐美国专门咧宝教啊，当。哦，阿拉斯加，宝教。哦，好对吼。好，赞，厉害。啊，今天。像我只去过两个地方了，韩国跟日本。啊，嗯，日本去三遍。这样啊。这条有机会去大陆看看。好好，那这个就是大兴机场，全世界之最。好，那为了健康而吃的地瓜叶，现在就试试看。嗯，
也蛮大份的啊，然后调味很清淡，我觉得蛮喜欢的。那、啊、地瓜叶平过就不平了，嗯。好，那今天就整个用餐的气氛是一个很、开心的气氛。多一点啊、哦！我拢赶快放下了。哦，感谢、啊，这样我会更健康啊！哎、欸，谢谢。好，那这个很亲切又很热忱的老板娘啊，虽然她年纪已经80岁，但是完全感觉不出来是80的。嗯，应该是只有50岁而已啊。对，你说他可以活120。27岁啊，哈，这样很好啊。哎哎哎，这样应该还可以再做80年，又做80年。美女28岁。哦。我还没上到。OK。哎，对，嗯。然后这个小菜就也蛮值得拍一下，刚刚这个鸭肉。对，这小菜就很值得拍。哎 ，sorry， 哎。好，那很亲切的老板娘，那个只有假日才会在。好，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拜拜。